我从来没有想过，是我亲手把林佳怡送上高峰，也是我亲手把暖暖打下低谷，是我让她的梦碎了。其实我梦想破灭的那一刻，是我人生真正的开始。有时候梦想的成功与失败，会在一瞬间反转。韩老师啊，你说，如果我要学设计，需要什么条件？学不一定能成，但不学就一定成不了。有人关心我，我心里暖暖的。我知道你一定会成功的，不然怎么对得起我？刘暖暖，今晚看完，明天考你。陈戒指，啊，是不是特别好看？暖暖的设计方案又被否决了，不要哭。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我相信你。谢谢你，韩彻，你比我还要懂我。整天丢三落四，脑子里面装的都什么东西啊？全都是你呀、啊！我已经看见了那个闪光的你了，他就在前面等着你。只要始终热爱，始终不放弃，就能拥有一片新的天空，新的人生。初心不是说你最初的梦想，而是你最初的自己。我有好多计划，好多梦想，每个计划中都有你。知道了，总监。